张歆艺在微博讲述自己头昏急诊经历，称遇医生不问情况，直接打止晕针，倍感无奈。这条微博发出后，引来网友争议。一部分网友认为张歆艺作为公众人物，该微博有误导医患关系之嫌。13日上午，张歆艺再发文，怒斥医生不尊重病人生命。而就在刚刚， Angelababy 手滑点赞了一条辱骂张歆艺的微博，引来粉丝围观。这条微博这样说道：你以为你是谁？人家医生欺负你，你现在还能在这里发微博取消责骂人家呀？还称替袁弘担忧，微博直指张歆艺。只是不知道 Angelababy 点赞是几个意思，难道两人有过节吗？吃瓜群众表示，又是一出好戏呀。